国小，这里有完善的教学设备提供给我们使用，学校也有开设更式各样的社团，让我们可以去体验去学习。学校的操场啊，更是鸟语花香，绿树成荫，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动植物跟着我们去探索及发现。这里真的是一间很棒的学校，谢谢你提供了那么优质的环境让我们使用，谢谢你分享国校。感谢老师在我们六年的国小生涯中总是不辞辛劳地教导我们许多知识和道理，感谢您们在每一天都给了我们活力与无比的信心，您是我们成长路上最强而有力的靠山。今天我即将毕业了，要和最好的您们离别，感恩您们在成长路上的陪伴，到了国中之后我们也不会忘记你对我们的教诲，并且继续努力下去。谢谢各位老师。在今天的毕业典礼上，我有话要对爸爸妈妈说。12年前你们让我顺利的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只顾专心一意的照顾我，关心着我所遇到的所有事情，帮我找了最好的学校，让我遇到最好的老师教导我。有最棒的同学陪伴我，只是想法最好的朋友，一直鼓励我学业固然重要，做人做事的态度更需要注意。爸爸妈妈，我想向你们说声谢谢，你们的恩情比山高和海深，我会记得你们对我的恩期盼及叮咛。在上学与放学时保持心，让我们可以安全
你有翱翔。